远哥，那法令纹怎么看？真的是，我哪有法令纹？我没有。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不会画画？哼，我觉得肯定是一个不太喜欢我们的男人。嗯，对，谁呀？到底是？不会就在我们这里面吧？也能接受，就头发过于稀疏，就稍微可以浓密一点，我感觉。远哥，那法令纹怎么看？真的是，我哪有法令纹？我没有。我觉得肯定是一个不太喜欢我们的男人。嗯，对，对不起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怎么被他们坑了？他们一开始让我画这个画，我说画这个画干嘛呢？他说每个人都得画，我说那我咋画？我又不会画画。你再怎么不会画画，我们几个，你把等一下，我说真的，你说他法令纹干嘛？给他画这么重？为什么？不是，那他是给我参考照片的。我有哪哪张照片法令纹？